2005年佛沙中风云人物颁奖典礼现在开始，有请主持人李志勇。百川七七话可以14俾你赢叶冠初，叶冠初为咗捍卫313失荣誉，代表313出战，结果直落两盘怼冧咗白女。现在由我们313式嘅失掌李立颁发超级无敌红霸天下战神荣誉头盔俾战神叶冠初。收我成个老春，从此被困，肥子这猪乸瘦似只鸡。